由于悠久的历史背景，而且是政治文化中心，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给人一种稳重沉静的感觉。但是当我们离开基多，向着沿海的地区进发，慢慢又发现到厄瓜多尔更多不同的面向。我哋而家喺呢個城市咧，就叫做 Manta。其實我哋一路揸車嚟嘅時候咧，見到四周圍咧都有好多咧，好似一啲大廈倒塌嘅痕跡。其實係因為咧，厄瓜多爾呢一個國家咧，佢就喺正太平洋嘅火環上面，所以咧佢成日都經歷好多地震嘅。咁而因為咧，佢四周圍都有好多活火山，令到佢嘅地殼活動咧就更加頻密。其實喺咧我哋嚟之前幾個禮拜咧，呢度都經歷咗一次地震，當時規模咧相對地細少少，但都死咗三個人。而更加嚴重咧，就喺2016年嘅時候咧，有一次很大規模的地震，死了差不多700人。而这个城市你看到很多冧了下来或者再重建，就是当时2016年地震的痕迹来的。无间断的天灾令到厄瓜多尔的国民饱受折磨，但同时不断的毁灭和重建意味着不断的更新。每次的灾难不单止没有抹杀厄瓜多尔人的信心，经历大地震之后重生的 Manta反而多了一份劫后复苏的活力。嚟咗咁多日厄瓜多尔咧，我都未系好明白点解呢度啊系移民天堂呢。但系我喺 City 一路揸车，沿住个太平洋海岸线，哇，见到咁多度假村，你睇下呢个天空，睇下呢啲海 ，feel 下呢啲沙，仲有每一个泳衣女郎，咁多度假村里面最出名就系呢个啦 ，Montalita。大家嚟到呢度，就算你係有錢人定係窮人，你係外國人定係本土人都好，我相信你都會有一種自由奔放嘅感覺。Liam， 喂，有冇咩呼召緊你啊？你準備好啦？你準備好乜先得㗎？衝落個海度。哦，海喺呢邊啊，唔好又行錯路啦。我都準備好攤下啦。誒，咩事啊？Montanita 原本是厄瓜多尔沿海的小渔村，近年因为大量的冲浪客涌入而慢慢兴旺起来，现在已经是南美洲一带享负盛名的冲浪圣地，被誉为厄瓜多尔最有活力的地方。来到 Montanita 其实最重要是去滑浪，因为这里是被誉为滑浪圣地的地方，很多美国人是专来这里滑浪，专来这里玩的。我哋沿途其實啱啱都見到好多美國人同埋好多 bikini 嘅靚女。咁咧今日咧，我係專門嚟滑浪嘅，有請我今日嘅教練，Stefan。Hola， 先生。大家先 ，Stefan 身形非常之 so sexy， 齋男仔見到都流口水啦，何況啊當地嘅女仔。咁啊，今日就跟佢去滑浪，吹完唔嚟就真係嘥曬啦。咁佢就去行街，我就咧奔向大海，試下呢度嘅浪。大家其實都見到啊。呢度嘅浪係非常非常之高噶，有差唔多成個人咁高啊！最高嘅時候，所以今次我就嚟挑戰一下第一次滑浪，未試過嘅，希望可以學得成。Let's go！ 教練同我講咧，咁我哋開頭有個預備動作嘅，咁我自己都睇咗少少，佢就話咁樣，我哋開頭咧咁樣爬啲水啦，爬完之後咧，咁浪嚟咯，我就焗起第一步，然之後就將只腳撐上嚟，之後慢慢企翻起身。適應個浪，然之後就開始咁樣跟住個浪去，睇落嗰個示範就好容易，但係真正做起身應該都唔容易嘅。咁咧，阿教練咧就攞咗塊真係落水嘅波俾我，然之後就上咗腳扣啦。因為沖完咧塊板咧，你會同個塊板一齊跌落水嘅。咁咧有塊腳扣綁住，就會隨時你都揾得翻自己塊板，再進行下一次沖浪咁樣。之前一直以嚟都未試過，未見過人衝浪，而家見到真係覺得好興奮，好亢奮，好想即刻去啊！頭先教練同我講咧，因為連續上幾次都上唔到個浪啦，咁佢同我講咧，原來我要先爬順咗。跟順咗個浪嘅速度，先至好上塊板度，再上板咁就會穩陣好多。咁而家試一次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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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上到啊，上到啊！见唔到，唔好扮嘢。上到啊！嚟一次。头先咧，其实 fail 咗好多下，但系当我第一次得咗嘅时候咧，哇！嗰种喜悦感，你会好想好想继续上到板，然之后企住冲上岸嘅嗰种感觉。我冇谂过自己第一次冲浪系一个咁靓嘅环境。我頭先即係同教練行出去啦，即係雖然好攰，然之後一望個景咧，啲全部疲倦或者係所有壓力都消散曬，即係有一種放假嘅感覺。我冇諗過我哋喺厄瓜多爾咧，係會有呢個陽光與海灘嘅環節㗎，因為我哋咁多人咧都係留喺啲比較落後嘅地方啊，或者係留喺城市，突然之間，哇！大家都太平洋嘛，嗰邊就喺屋企啦，好掛住嘅車仔麵、燒味飯、凍檸茶、小冰、多糖，都喺呢邊。That this is your place? Yes. Yeah, we are curious why there's so many people. They love to be here and to enjoy their holiday. So when I was super young, I cam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was like feeling this.A spiritual feeling, and I decided to, if I could live here, to raise my children like that, a business like this, okay, right in front of the beach. Yeah. And I understand why people love to be here because it's like nobody cares about nothing. Yeah. We are really free.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Like we don't care your shoes, your boots. You choose, choose. Because everyone wear the same. Everyone in swimming suit. 我都好認同呢樣嘢噶。因為嚟到沙灘呢度咧，嗱，首先你唔會知道邊個係有錢人，邊個窮人，因為大家都著住泳衣嘅。另一樣嘢，你都唔會有國籍之分。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呢度你覺得好安全嘅，因為大家就係喺度著住嘅泳衣喺度玩水，咁你唔會啊嗰度一路我哋諗有冇啲咩危險情況咧？呢一度你完全係 feel free 嘅，所以喺呢一度我明白點解當地人咁中意嚟玩，其他國家人都咁中意嚟玩。原來真的很攰，我以為是很小兒科，你只是等個浪，然後擒上去，之後 就去，原來都很攰啊，係啦，唔知係我體力弱，我肺定係點樣，但我估應該都是我肺嘅。喺呢個位置咧，你係唔會停止聽到音樂嘅，係長期都會每間鋪你都會聽到音樂，令你 keep 住喺個 mood 度，係唔會停嘅。呢個小鎮咧，聽講夜晚咧係派對之城，日頭衝浪衝一日，夜晚飲酒飲一日，係呢度嘅宗旨嚟嘅，所以係唔會停嘅。呢度最適合就係你啲中意 party、中意低消費住宿、中意嚟玩嘅一家大細嘅地嘅一個聖地啦。我以為係，尤其是係我呢種麻甩仔，試下先。大家試一試，衝浪。令到 Montanita 成为南美洲的年轻人聚集地，而这些追求刺激的年轻人同时亦都带动了 Montanita 的派对文化。在这个小镇日头全部人都在海边，去到夜晚点啊，夜晚呢就在这几条街那里，个个都在 enjoy 他们的 party。 因为呢这里是一个度假小镇，所以唔單止咧係遊客會嚟到呢一度開 party， 就連咧好多厄瓜多爾人咧逢星期六日都會嚟呢度開 party。今日係星期日啊，你睇下，唔單止所有人嚟玩啊，哇，仲有好多雀仔啊！呢啲係派對鳥嚟派對鳥啊！好啦，俾呢度嘅酒吧個環境好 local 啊，真係邊個最 local 啊？呢度啊 ，OK， 厄瓜多爾花石樓。Me，OK。Gracias，Gracias。Salud！ 嚟到 party 之都，想去玩唔梳翻个靓头，点敢去玩啊？整翻个靓头先，趁而家头发长咗啲，入去求其嗌佢梳个头，睇下咩样。好，求其帮我剪个头得噶啦。我谂佢啲手势冇问题嘅，头先见佢剪咗几个客人，佢开动佢嘅铲，每次发型师开动铲都系
被剪嘅人最緊張嘅時候。呢、這個髮型師咧喺哥倫比亞嗰度剪學藝翻嚟嘅。我希望咧今次呢個髮型佢可以剪到厄瓜多爾再加呢個哥倫比亞嘅風味。即係尤其是你剪頭髮最緊要係咩啊？睇髮型師嘅髮型啊嘛。咁佢髮型都冇問題嘅時候，唔使點擔心嘅呢啲時候。剪完個頭咧，最期望陣間入到場嘅時候，即係人哋會對你嗰種眼前一亮啊！見到覺得哇咁特別嘅個頭，點都埋去同佢傾兩句先，覺得可能係 party boy 咁樣，為咗節目玩俾大家睇咯。其實佢都剪得幾青喎，而家睇一睇，覺得有啲大鑊添。因為側邊咧個滴水其實流咗好耐嘅，呢度一鏟就直接冇咗。我諗住佢會流少少咁樣。唔使十分鐘，派對嘅造型就搞掂啦！搞掂。左邊大家都看到啦，係啦，最尾我介咗一個咩出嚟，咁右邊咧就係我自己個名咁樣。$15嚟講咧，因為佢幫我介坑，咁中間又加咗啲錢啦。其實佢真係好用心嘅，其實真係都幾唔錯。可能有少少標奇立異啦咁講，但係我係 enjoy 嘅。喺個外地入邊剪一個獨特啲嘅髮型，其實生翻得好快啫嘛。咁但係你可以體驗到咁樣嘅嘢係好難得噶，所以行啦，我而家去 Let's Party。所以行啦，我而家去 Let's Party。完全是 feel 到他们的热情，感受到真的派对之城的感觉。我们都没有说要坐低，根本都没有准备，都未去最后那间吧，前面都跳到体力没了那么滞。睇咗咁多集，厄瓜多尔俾我哋嘅感觉都系一个平和、适合度假嘅地方。咁究竟厄瓜多尔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危险嘅国家嘅原因喺边呢？答案可能就喺呢度。呢一度咧就系瓜亚基尔，全厄瓜多尔最大嘅商业城市。你问我想唔想嚟呢一个地方呢？我一啲都唔想。因為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城市，令到成個厄瓜多爾咧最近不停咁成為國際新聞。個原因咧就係由今年嘅1月1日開始，去到而家，今日係5月8日。因為謀殺案而死亡嘅咧，其實已經有差唔多500宗，即係其實平均每一日咧都有6人死。咁而政府咧，其實而家對於呢個城市咧，亦都正係頒布咗呢一個宵禁令。啱啱我哋睇新聞咧，直頭話個宵禁令已經再延長到今個月尾5月31日。問題嚟啦，點解我哋要喺呢一度咧？就係因為我哋嘅飛機咧係要由呢一度嘅城市先至可以翻到香港，所以我哋就被逼要喺度留1日嘅。各位同學仔，好認真。在这里警告你们，千万不要周围走。瓜亚基尔之所以这么危险，原因是因为南美的国际贩毒集团渗入，势力之间互相争夺地盘所致。要在这个谋杀率这么高的区域里面活动，每一步都要非常之小心。我们现在呢其实是在整个城市里面最安全的街的，都有跟我们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条街呢很长很直，那就很通透，你可以看到晒即每一个人他们在做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一路揸车来这里，我们感觉呢这个城市跟其他是有点不同的，相对地这里的四周的气氛呢我们自己都觉得是复杂一点的。所以就即系唔好离开呢一条大街，唔好四周围去，特别系你啊 Liam， 唔好四周围去啊！我哋而家去紧边咧？
我哋而家咧就去當地一個搭纜車嘅地方。雖然翠嶼話好危險，咁但係我哋而家日光日白，咁又附近有啲即係警察咁樣，咁應該都安全嘅。咁咧，我哋而家去搭嗰架纜車咧，係橫跨呢個怪亞奇同埋 Duran 嘅城市嘅。咁呢兩個咧，其實都係謀殺率發生得最高嘅城市。咁希望個纜車係防彈嘅啦，如果唔係我哋就喺上面 GG 啦。啱啱開始起咗一年嘅啫，呢個 cable car 暫時未有事發生過啊，我哋都唔會有事嘅，係咪？我哋有無私嘅祝福，唔會有事。我哋而家排個隊買張飛，之後就坐呢個 cable car， 好似香港我哋搭車買張交通卡咁樣。咁但係咧，佢呢個淨係貨纜車嘅，其他交通具用唔到嘅。0.7、0.3咧就係貨小朋友同埋長者，4咧就係貨你嗰個來回啊。原來咧，我哋頭先講完佢啱啱新起一年，但係而家點解我哋棘住咗咁多人咧？平時係唔會咁樣卡住咁多人嘅，係因為佢故障。而家你望到啊 ，cable car 係停咗嘅，即係完全唔喐唔到住，咁所以要等佢維修完，我哋先可以上到去。咁啊，希望唔會有啲咩事啦，大家嚟試。Adios， 你好 ，Annyeonghaseyo， 啊，佢識講韓文添喎 ，Annyeonghaseyo。生嘅，哦，感謝邊個？咁快有人同我表白，咩事嚟啊？呢度冇冷氣嘅，咁但係佢設計咧係有嗰啲通風，咁所以我哋行咧過程咧，佢都會有嗰啲氣流啊，即係入到個我哋個 cable car 入邊，咁就冇咁焗啦，起碼。誒，唔知望唔望到嗰個位有摩天輪啊？嗰度，我哋原先計劃咧想完曬呢度咧，咁我哋就去嘅，咁但係導遊都提醒我哋話夜晚真係好危險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諗緊夜晚會唔會去坐下個摩天輪去睇下咁樣。哎，我哋已經到咗第一個站啦。咁而家望到嗰個摩天輪啦，已經好大個嗰個摩天輪。睇下晏啲有冇機會去坐下咁樣。同埋我哋頭先其實行過成個城市啦，有啲似比較窮貧窮少少嘅小鎮，係真係睇落好貧窮，唔係即係就咁一般。有啲又瞓喺街啊，我頭先見到一對兄弟瞓喺垃圾站啊。咁其實啲生活指數都比較頗低，呢度又冇咩好大嘅娛樂。呢個站咧係最耐嘅嗰個站嚟嘅，對比頭先嗰幾個，因為我哋要過一個大河啊，橫跨成個。我哋而家就到咗 Duran 啦，咁 Duran 咧就係第二個最多犯罪謀殺率嘅地方。佢話咧，如果我哋要喺呢度玩咧，最緊要買一支手槍。咁帶完手槍，記得買避彈衣，咁先好喺呢個城鎮度逛。咁啊，見到咧戴住頭巾嗰啲啊，唔好惹佢，因為係佢哋幫派嘅，都係刨冰喎。佢呢度即係全部都係啱翻呢個天氣嘅嘢飲喎，正啊！我想要杯刨冰多啲，我睇下揾唔揾到杯刨冰先。我覺得咧呢度啲少女咧成日望到我哋咧，即係面好腼腆，全部含羞答答咁，唔知點解。咁我哋幫襯一份啦，見佢咁開心。佢就未有啲似 pancake， 然之後加陣芝士喺上面，裏面冇餡嘅，就純粹係 pancake 同埋芝士鹹嘅味咯，好食。試下呢個可樂味刨冰啊，好原始之前整刨冰嘅嗰種方式嚟啊。OK， 呢一杯咧，其實似係冰鎮嘅可樂嘅，即係成杯都係冰。咁我要俾你食下啲冰咁樣，有啲似便利店大家平時食開嗰啲。嗰啲冰凍飲品咁，咁但係喺呢個30多度嘅環境，大佬唔知係我啊 camman， 所有人都滴曬成身汗啊！有杯咁嘅係正嘅，唔好就係我飲，俾個鏡頭後面嘅嗰個飲下先。瓜亞基爾市仍然保留住豐富多彩嘅旅遊設施，雖然景物依舊，但係揮之不去嘅危險感，令到街上好少見到遊客嘅身影。我哋而家入到呢個樂園咧，出邊到入邊都好啦，其實都好少人。唔知係咪呢度啲新聞咧賣，即係呢個地區好危險，所以搞到啲遊客啊或者都唔落嚟玩，好少啊，好少人。誒呢度有價錢表，有曬啲唔同機動遊戲嘅價錢啊，跳樓機啊，過山車咁樣，有曬價錢標價嘅。但係佢呢度有個三角形，唔知係咪今日唔開放？陣間問一問導遊先。冇辦法。除了摩天輪全部都沒有電。行走在瓜亞基爾的街頭，我
我哋依然见到厄瓜多尔嘅人民好平静咁生活，天灾人祸嘅磨难似乎冇阻挡到当地人积极乐观嘅生活态度。生活本身就有好多嘅幸运同埋不幸，但系呢一啲嘅遭遇唔应该成为我哋享受生活嘅阻碍，接受佢，拥抱佢，生活可以一样咁美好。整个旅程其实我觉得好圆满噶，危险又体验过，激情又体验过，即系基本上整个 path 咁样。呢个旅程比我以往自己 plan 过同朋友 plan 过嘅旅行更加圆满，我会想嚟多100万次我都愿意。上一次嚟嘅时候喺基多都遇过警察叫停我哋，但你冇谂过咁多年之后都遇到一样嘅情况，仲要系警察再多咗喺街上面。个感觉冇变，我 suppose 应该见到所有嘢靓咗啊，新净咗啊，同埋即系已经冇咗嗰啲要帮你擦鞋攞 tips 嘅小朋友噶啦嘛。但系点解仍然仲有一种感觉，就系好似四周围都即系有啲危机喺度咧？我想睇多啲呢个世界嘅时候，好多有好多地方大家都会尽量避去。当呢一个国家佢喺度正正喺一啲时代嘅时候，你可以睇到佢嘅大转变。咁而有幸我可以喺某一啲國家感受到佢嘅轉變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喺旅遊嘅體驗嚟講係好特別嘅。呢度嘅感覺實在太似布吉島啦，即係我哋去布吉島，然之後拉丁美洲嘅人就係嚟呢個島。哇！你睇下，見唔見到？求其一個男人都好靚，我覺得混血兒啊嘛，嚟睇睇，哇幾型，唔係喎，嗰啲油嚟嘅喎，靚到，真係呢個厄瓜多爾咧，男仔咧，我哋啲 crew 不停喺度講話，處使唔使啊？男人老狗個個都有胸肌嘅。